那边是去小飞手机那个中环的，那边是中环的，我们是去那边，去那个南汇那个汇集馆那边。我们去过吗？昨天没有啊，昨天我们是去的那边，我们昨天去的那边，还有是有点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去后面去了，南汇不运。手机怎么连了两台设备？谁连的我呢？
前是粘的是两块，但切掉一个就好了。可以在外面看，我们进去免收费啊。那你就是紫金广场。